在忙吗？我的戏份刚刚杀青。听你的语气就知道心情不错，节目一定没问题了。可以这么理解。这周有个曼哈顿的 4K 修复放映会，我记得你说过很喜欢这部电影，愿意和我一起去看吗？看来你对我很关注嘛。逗你开心本来就是日常任务。不对，3天才行。童叟无欺。经纪人来了，超级英雄要挂电话了。周六见。我还会打给你的。